哎，今天来到车水马龙的街上哦，啊，要来那个暖一下啊，因为现在很冷，所以要来吃个火锅。然后来，各位看一下，他们现在正在准备东西啊，我就在外面拍一下了哈。啊，我们看一下他大概这个怎么做哈。啊，最近天气很冷了哈，真的是啊，吃个火锅不错。来看一下店内陈设，现在是很早哦，都还没有什么人。好，慢慢再上菜了哈，我们再等一下。
来跟他开煮。来剩个饭，现在都还没什么人呢。好，天气很冷，有空来吃个锅哈。啊，节目到这边，谢谢。